大家好，这里是天阳玄机啊。如果是有八字、手相、面相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啊。我们看这个啊，这个感情线，这个倒文杂文都比较多啊。又穷又爱装逼的男人是最喜欢你这一款的啊。找对象的时候要擦亮眼睛，烂桃花太多。我们再看这个啊，这个一般口型文呢、是一种正能量啊，能够起到逢凶化吉的作用，化敌为友的用处啊。手掌当中出现方形的纹路，表示财运非常的旺啊，善于理财，能聚财啊。智慧线下端有方形纹，做事啊坦荡啊，而且行事周密，没有什么小手段啊。我们再看这个啊，这个感情运势啊，相对于这个事业的运势来讲会更好一些啊，但是烂桃花也不少啊。你看这个感情线比较粗啊，比较粗的话。就是多情啊啊，容易影响到正缘到来，掌中有财啊，事业要好好努力，注意身体方面的安全。生命线则断了。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啊，从这个手相来看呢，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感情线的走向非常的清晰啊，而且在末端有分支啊，说明这个人在事业上会有非常大的成就，而且在家庭生活方面也是非常。这个顺风顺水啊，感情线也是副事业线嘛啊，可以说这个人呢今后的生活是非常的幸福的啊，天文朝指没有什么杂文，而且呢智慧线非常的清晰深长啊，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感情方面呢有一些小人啊，有一些小人，这个需要注意一点啊，冲了指缝。好了，有关这个纹路就分享到这里，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，如果是有八字、手相、面相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